要说武力亲王王凯最近真是火到不行。12月6号晚，某微博账号晒出了王凯在8年前的唱歌视频。据悉，当时是在华谊的年会上，凯歌王演唱的是当年很红的歌曲《亲爱的你在哪里》。视频中，王凯站在舞台上，穿着黑色西装配白色衬衣，略显青涩。即使台下无人回应，有些尴尬，王凯仍然深情演绎。结束还不忘跟观众问好。我们才终于在一起，亲爱的你在哪里？哦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别轻言放弃，早和你约定，不管哪里，不用怕，有我一直在。大家晚上好。谢谢。此视频曝光后，君王妃们都按捺不住了。凯凯这得天独厚的嗓子我太喜欢了，声音真的太好听了。最后那声谢谢真是又萌又好心疼，超喜欢凯凯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的样子。芒果老兄们，这样始终真正努力的君王，谁能不喜欢呢？报道。